金银糖厂啊，金银糖厂的大礼堂啊，大礼堂在整修了，整修了，屋顶也在补漏了，屋顶补漏了啊，整修了，那空间可以善用啊，空间可以善用。哦，你看那树都整理了，用堆高机啊升高，然后把那个爬上去，爬上屋顶的树都处理掉了，是爬上屋顶的草都处理掉，然后补屋顶了。哦，屋顶有漏掉，屋顶有破洞了，要补要补，用那个铁皮的那种，用铁皮的那种就可以补了嘞，用铁皮的那个就可以补了。要把它钉紧哦，不然台风吹掉呢。应该要涂那个什么柏油，柏油防漏水。远方还可以看高铁，高铁。